起来很好吃呢，而且大家是无所不烤哦。我们今天有请贵妇 Alice 给我们带路。我们今天逛的这是什么市场？三明市场。三明市场哦，早市。六点就有。我们来给大家蜻蜓点水。阿班意面，对，他的面都自己做的。阿班意面哦，中午才开始卖，就已经满满的人了。哥哥，你看这个被仿冒走了。这差多了。这个是山宅医生设计的一种袋子，没有想到在菜市场里。韩国的，走过去那家新店。好嘞。对，你去看他在包。走。对，他很干净，然后吃起来，包这大包哦，这多人呢。吴太太春卷。看一下高雄的春卷跟台北有什么不一样？有香肠，来个来绿绿耶！哎，阿姐解锁哎！Alice 那一盘是什么？上面那肉燥吧？肉燥还菜包？这地吧，这豆花菜包，这边的豆花菜包。哦。这地吧，不，还是不太一样哦。上面那是肉丝啦，哦，干肉臊。肉丝啦，哦。这个组合超好。哎呦，你看它的那个，它的那个高丽菜是不是软的？嗯。软的啦。软的。软的。哇，你别讲话。好，我别跟伊讲话，伊生意伤好。也软体，好，我紧。好喝的奶茶，高雄人都直指高大牧场的鲜奶。居然走到了老周烧肉饭的创始店哦，好意外哦。这家呢，这家我很喜欢，买了之后上高铁吃。这样给大家扫一下。哦，这都是好家款呐、啊。传统的碗柜跟蚵仔挑哦，你看它的碗，它就是用这样子的碗。嗯、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这旋转梯？居然在公寓里有这样子的旋转梯耶，在三明市场里面。这是 Alice 吃过最好吃的排骨酥。哎，好给我爹。哦，而且它的颜色很黑哦。很漂亮，而且它的煮起来很好吃。可是在这里就是直接买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买，然后回家直接吃也可以，然后自己加冬瓜。我已经闻到，我闻到了很那个重的蒜味了。我闻到很浓的蒜的味道，对不？大蒜的味道。米糕粥有米糕买，然后它的铺，它的那个馍吉就是非常特色。在那个糖水上面，三明市场，三明市场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家了，对，叫做老周，对，它的那个馍吉，然后浮那个糖水那边，对，然后再沾那个花生粉，而且他卖的是整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整现在弄细菌了，现在粥什么烧肉，哦，他这里很精彩，他这里东西很多，对，你吃完那个咸咸的东西，吃个那个嘛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这冬天才有的地方嘛，这好特别啊！对，很好吃。后面那红红的是什么？那个翠，那个翠云那一种吗？哦。所以我们结束了吗？对。好啦，哥哥，结束了。我们今天很快速哦，给大家带三明市场哦。大家也可以按图索骥哦。